台湾苗栗的大湖乡，典型的客家山城。先民自清代便出旅私地，筚路蓝缕。龙脂坊的客家菜在大湖颇有名气。老板陈兰香是在地客家人。小馆不大，凡事都得亲力亲为。淡水鱼生如今在台湾的客家居住区已属少见，不过龙脂坊的鱼生还是偶有客人点单。陈兰香的鱼生用的是台湾鲷，非洲鲫鱼在台湾也称无锅鱼，历经多年改良养殖后被称为台湾鲷，肉质细嫩，味美价廉。面对生猛活跳的台湾鲷，刀法豪迈的陈兰香没有犹豫。客家人懂得割煮烹从的饮食哲学，只取最紧实的鱼背，用最迅速的落刀保证鱼肉的鲜度。虽同为客家，但兰香姐的鱼生追求的是简单纯粹，鱼片白皙粉嫩，扎实弹润，与腌紫苏一起入口，滋味清爽的同时还带有甘咸的客家风味。崇尚自然的鱼生是两岸客家人对传统的自信，连接他们的不仅是祖宗血脉，还有味觉记忆。